Hello， 大家好，请干爸说嗨。他们在玩那个假蛇。我们现在在玩具反斗城，在小彩虹小马专区哦。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彩虹小马最新的玩具。我们昨天才刚从台湾回来，然后今天就赶快来看玩具，因为出好多好多新玩具哦。然后我要特别给大家看的呢，是彩虹小马即将要出电影，在10月2号美国会上映哦。然后这次很酷的地方啊，是你看它其中的，我有看一下那个电影的 trailer， 电影的预告，好像其中他们会变成美人鱼耶，所以它现在已经出了好多好多周边玩具。你看它是 My Little Pony 的 movie， 然后我们先看这一组，这一组超大的，要100块美金，100块美金差不多3000块台币，然后它是叫做 CantaloteEquestria Castle 这边，然后它等于说呢，全部都会变成人鱼哦。然后你看他们的尾巴，你看一下，哈，这个是那个宇宙公主是不是？哈，然后还有睡龙，睡龙看变成一条鱼了，很好酷哦。所以这个是最大的，你看一下，哇，超大，我把它翻过来，看一下，哇。这个应该是非常大，你看，它真的蛮酷的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周边的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全部都是美人鱼，都有尾巴哦，可以游泳。然后还有，这好像是什么 Bubble Splash， 哦，这好像是浴室玩具，是不是？不晓得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它还有出像，在哪里啊？怎么没看到？在这边。在哪边呢？我刚刚看到太多哦，这个这边你看，这是珍奇的 Reality， 你看它的尾巴，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尾巴？它的化妆台，然后它好像住在一个贝壳里面，所以这也是的 Movie 系列哦，好可爱哦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刚看了好几个，哇，它这个，这个也是哦。你看紫月，它的后面的两只脚呢，就变成一个尾巴了。然后还有这个是这我的饮料，这个是碧琪，你看它的碧琪，它，所以它其实是用一个布把它的后面两腿包住，包住之后就像尾巴一样，还蛮酷的哈，你看。然后还有云宝，云宝也是哦。还有楼楼，楼楼。那这次我不确定我会不会买，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好像对彩虹小马失去了兴趣了，就是苹果加尔，但还蛮多的哎。然后它还有另外一种小型的城堡。小型的城堡是在这边，这组还不错哦。所以它这组是小的城堡，放这边给大家看。你看它也是，它是 Pinkie Pie 的 Seashell Lagoon， 所以是海底城堡。然后这个是 Pinkie 的家，你看 Pinkie 整个尾巴，然后它可以，真的好可爱哦。然后整个就是海底珊瑚礁。然后好像可以啊，他这边讲说你加水，它就会有泡泡，有 bubble， 所以好像是可以加水在里面，它就会那个镜子墙壁那边就会有泡泡。这组呢也是蛮酷的，你看，好酷哦，你看，然后还可以旋转，然后这边呢还可以发亮，它这边有 bubble。还有一些小家具，可爱哦！蓝宝正在唱歌，唱得很开心。你看，正在唱那个魔法精灵的歌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我再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新的。这个是彩虹小马的旋转木马，所以它也是 movie 系列，电影系列的。然后有两个。会转会唱歌，还蛮酷的。好啦。
这是文具反斗城独家，真好可爱，因为它其实以前就有出。Oh my god！ 你看阿宝，然后这个也是蛮新的，这是旧的，这是小红，小红干嘛变成女生的那种版本？它是电影院系列，所以它有出大的耶。所以它真的可以在水里面游泳哦，装电池，然后它可以，它说 she swim， 它可以游泳。对啊，你看，所以还蛮有趣的。好像目前就这样子。我在 Target 还有看到很小很可爱的，就像睡龙的，可是这边目前玩具反斗城好像没有看到，所以大概就这样子咯。OK， 好，最新的玩具介绍就先哦，赶爸把东西放回去哦，我们把这个放回去吧。好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